并不是主角，今天的主角是节目会长，我们的大金哥，还有我面前这一部三大神车之一的拉法。所以说接下来见证历史的一个时刻即将到来，现在是8:08，现场的所有朋友，所有的家人，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有请节目会长邓晶晶，有请郑恒 OW 六哥，两位移步到我们的拉法前面。现在我们一起倒计时，警告警告警告，一起九挂住了，8 7 6 5 4，感谢顾影哥的宝图，兄弟们116扣这公屏上，兄弟们点波订阅，对我们面前的这一幕已经期待已久，我怕等下有节奏，大家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有的没有？有的有的吗？没有啊。你们会长，启动启动启动一下，启动一下启动一下，启动启动。你可以来几脚，来个4-5脚，没事，你踩。运动模式，运动模式，运动模式，运动。欢迎君子哥。感谢君子哥藏宝图。36张，再来几脚，没事，再搞几脚。我感我操，继续踩，没关系，感谢君子哥116张藏宝图。5万贵宾，多踩几脚没关系的，踩。好了，可以了，下来吧，上头没上头啊？感谢君子哥，感谢大象，来拿一下，给金刚麦克风，挂了啊！六哥，来，我先说一下，兄弟们，首先呢，感谢所有的来到现场的主播，还有来到现场的朋友，还有来到现场的我超跑俱乐部的车主，还有来到现场的最亲爱的。我的老铁，感谢所有的来到现场的主播，还有来到现场的朋友，还有来到现场的我超跑俱乐部的车主，还有来到现场的最亲爱的我的老铁，好吧，感谢你们，好，感谢兄弟们，然后感谢在直播间现场陪着金哥的老铁感谢你们，然后感谢君子哥，感谢直播间所有支持。过我的大哥啊，都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然后我说一下这次活动，我们定在今天，然后现在8:08，也希望一个吉利的时间，吉利的日子，希望我们的我跟六哥一起投资的这个商贸公司能够做强做大。我跟六哥这一次就吉梦正恒，这一次我们投资的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数额来做这个商贸公司。包括拉法这辆车，当然我们事实上投的钱远超过这个数字但是我们更多的钱是需要去把产品的质量做好，把产品的东西，所有的产品
类别做多，让兄弟们有更丰富的产品，大家需要的给大家也带来实惠，好吧？更多的产品，这个东西是需商贸公司，我们更多的资金是需要去做这些东西车子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好吧？六哥你也说两句。接下来赵鹏会跟吉墨齐心协力，把这个商贸公司好好做好，把货的质量，所有的东西全部做好了，好吧？买买买！好，掌声！支持。好，也感谢六哥。我再说一下，我们现在属于试营业的阶段，然后我们可能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会做一次大型的开业大型的开业可能会请明星，甚至会有一个更大的场面，好吧？也希望到时候老铁们想来现场感受的来现场，好吧？没有时间了，在直播间里感受，好吧？只要是秦哥的粉丝，欢迎你们来到现场，免费的吃喝玩乐都免费，渔人码头22栋，只要你是秦哥的粉丝，都是免费的。有一个小要求，银级牌子刷三个虎，刷三个虎粮就银级牌子了三个虎粮好了，来，那你给我来，给我话讲完了，没有掌声吗？有唱老歌，好，感谢。感谢六哥，感谢会长，不喜欢。现在六哥和会长合作的商贸公司，我说一下，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车往中间的停开，好吧？要挪车了，就是我们的拉法首秀，现在要启动，要开始动起来了，家人们。来，你们要上车，我喝酒了，我肯定我不能开，你可以开。在里面也不要开。可以一步到同志们听。然后这个停暂时停产家人们，我再抽六台再抽六台华为 Mate 40 Pro。所有的嘉宾，所有的家人，这个时间全部都到。旁边隔壁那个厅，中厅，中厅。六台华为 Mate Pro 家人们，你记得这个不是普通的华为，最新款的 Mate 40 Pro， 7000多一台的。